男同事被我拒绝后开始造谣，我不自证，直接开始发疯文学。那天看见的真是你啊，我当时看见你被一个50多岁的男的抱着亲，还以为看错了呢。难怪你整天摸鱼，老板还不开除你，原来是把在那学到的用到老板那了呀。开个玩笑，怎么还生气了呢？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连玩笑都开不起吧？还是说被我说中了，开始恼羞成怒了？求求大家关注小朵爱睡觉，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给小朵一个赞会开心一整天哟。正文现在开始。刚坐到工位上，隔壁的冬梅就神秘兮兮的凑到了我面前。童男，你和李涛在一起了？李涛之前确实借着追求的名义没少骚扰我，节假日没事发个早安晚安，等我睡眼朦胧的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又告诉我不是工作上的事，只是单纯的想和我聊聊天。下班时间经常在身后尾随我，美其名曰怕我一个小姑娘自己回家不安全，还说我不懂人情世故，应该请她上楼喝杯茶。吓得我好几次围着小区转了好多圈才敢回家，后面以报警威胁她后这件事才不了了之。昨天她甚至以工作的名义约我出去，穿着一身并不合身的西装，捧着几朵和门外绿化带上很像的野花，莫名其妙的半跪在我面前。虽然我现在没车没房没存款，长得也没有郭富城帅，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我发誓将来一定会为了你而努力，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一群人将我们围在中间，像观看表演一样看着我们，期间不少人在拍照，还有人起哄让我们在一起。我当时只觉得尴尬的脚趾抠地，恨不能直接找个地缝钻进去，但防止他给我扣上拜金女的帽子，我还是决定怼回去。画大饼吗？谁不会呢？看你对我这么用心，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一直努力工作不谈恋爱，是因为我爸年轻时欠了一屁股债，这些年也还得差不多了，只要你愿意陪我再奋斗几年，以后就都是好日子，到时候我给你生个三胎，我们一家子其乐融融的在一起。我一副满怀憧憬的样子让李涛相信我说的话，谁知李涛却瞬间变了脸色，一旁不少人没有注意到，还在起哄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同甘共苦。他急了，从地上站起来，一下就把野花摔到了地上。你脑子有病吧？你家的钱为什么要我替你还？我没说让你替我还钱啊，只是想让你陪我多奋斗几年，你刚刚不是说愿意为了我而努力吗？怎么现在又不愿意了呢？还是说你只想让我陪你吃苦，却不想为我付出？李涛空手套白狼的虚伪面具被揭穿，面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暴躁起来，开始以大声呵斥来掩盖自己的心虚，唾沫星子都快要喷到路人脸上了。我趁这个间隙挤出人群离开，回家后面对他的短信轰炸，焦虑的一晚上没睡好，生怕他今天上班死皮赖脸的纠缠我。没想到他居然直接传我们在一起了。没有啊，是李涛说我们在一起了吗？不是。冬梅神经兮兮的向李涛工位的方向看了一眼，不出所料又在摸鱼。他和他身边的几个男同事津津乐道的不知在聊些什么，但从他们一脸猥琐的表情不难猜出多半没在聊正经事。他今天在办公室造谣你，说你就看着正经，是在私下里玩得花，下班时间干那种见不得人的工作时被他看见了才分手。哎呀，反正说的非常难听，很下流，我说不出口，你去问他吧。李涛不知说了些什么，引得那群人哄堂大笑，同时不怀好意的看着我。见我眼光转向他们后，他们立马收回目光，敛回了脸上的笑。我不动声色的走到他们身后，李涛仍旧在喋喋不休的说着，口沫横飞。你们别看童男这个人上班时间很正经，跟我处男女朋友的时候连手都不让碰，私底下特别不值钱。我昨天在夜总会遇见他来着，叫的可浪了。他碰过的东西你们可都得小心点，那种地方出来的女人指不定有什么病呢。我抽空也得去查查，别被他传染了。是得好好查查。刚刚还听得津津乐道的几人，被我突如其来的话吓得连连后退。我很清楚，他们只是想通过踩低别人，从而使自己那可悲的自尊心获得一丝安慰。他们根本不在意事情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他们只是想听到自己想听到的，这种时候费尽时间精力去自证也只能是徒劳罢了。我索性对他污蔑我的话闭嘴不谈，直接拖了个凳子过来和他们坐在一起，也开始加入胡说八道的队伍。你们不知道涛哥可敬业了，那50多岁的老头又老又丑，我看着都恶心，结果涛哥二话没说直接坐他腿上嘴对嘴喂酒，被那老头又摸又亲都没反抗，后面还一脸娇羞的被那老头抱到房间里面。难怪涛哥整天上班摸鱼，原来都是下班干兼职累的。涛哥也不容易，大家能帮就帮，别老是私底下打小报告。几个男同事被我说的一脸懵逼，李涛则满脸通红，气急败坏的从凳子上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童男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有什么证据吗？那你说我做那种事有证据吗？你还需要证据吗？你的包，你的美甲，奶茶，你每天订的外卖和吃的水果，你哪来的钱？以前买豪车买名牌算拜金，这年头连水果奶茶都算拜金。我的工资比你要高不少，同样的东西你买算正常，我买算不知道从哪搞到的钱。你一个女的赚的比我都多，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瞧他无能指着我咆哮的样子，我没忍住笑了。还需要证据吗？你每天上班摸鱼，老板都没开除你，这还不能证明你和老板有不一样的关系吗？哇，你不会把在那地方学到的东西用到老板身上了吧？听说男的之间更容易转病，幸亏我当时没答应和他处对象，脏死了。你们和他共事要小心点，不要被传染了才好。几个男同事面上仍带着疑虑，身体却十分诚实的向后靠。见到此情景，李涛瞬间恼了，撸起袖子就想打我，被其他几个男同事死死抱住。一向喜欢和男同事打成一片的秦雯在一旁听了半天都没说话，现在看李涛处于下风，倒开始站出来解围。童姐，涛哥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这么认真吗？何惜你恶心我，那我就连你一起恶心。玩笑，我不也是在跟他开玩笑吗？哇，你怎么这么护着他？你俩不会也？我故意双手捂住因吃惊而张大的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转而又迅速换了副笑嘻嘻的面孔。
秦雯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对我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却仍忍住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拽着李涛的衣角。涛哥，我不过说句公道话，彤姐就诽谤我。哎呀，涛哥，开个玩笑而已，怎么还生气了呢？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想来文文这么大度，一定也不会生气吧？李涛青筋暴起，咬牙切齿的举起拳头就要冲向我。几个男同事眼瞧拦不住，喊我快些跑。跑？才不呢！他敢动手，我就敢让他给我付套房子首付。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连玩笑都开不起吧？还是说被我说中了，开始恼羞成怒了？我学着小绿茶故意夹着嗓子惺惺作态的样子，更加激怒了李涛。他双眼冒火，两只手拼命的向前伸，恨不能下一秒就冲到我面前活撕了我。童男，有种你给老子站那别跑！一群人不好好上班，围在这干什么呢？我给你们开工资是为了让你们来打架的。老板一句呵斥声打破了现场的混乱。李涛理了理衣服，气呼呼地回到了工位上，其他拉架的同事也都散开。说个事情，下周将正式实行新的着装规则，公司会为各位提供工作用鞋，具体类型会根据投票结果来定。我心里嘟囔着，以后连穿鞋的资格都没了，却还是眉开眼笑，点头哈腰地接过老板递过来的问卷调查。你觉得工作场合中穿高跟鞋是必须的吗？看到这个问题，我懵了，心里只想骂娘。虽说我们平常都是坐着工作，但是高跟鞋始终没有运动鞋舒服，加上上下班还要挤地铁，走好长一段路，直接穿高跟鞋累，每天上下班换鞋也麻烦。我果断填了没必要，谁知老板并不想这么轻易放过我们，好好填。这次问卷要写上自己所在的部门和姓名。我扫了一眼女同事，她们也跟我一样小心翼翼地环顾着办公室内的其他女同胞，一个个面露难色，却又不敢说什么。我深吸一口气，为自己壮胆，站起来反驳老板。老板，我们的工作和穿什么鞋没有关系，我觉得让公司女同志穿高跟鞋就是在增加我们的负担，我们的负担大了，工作效率自然就低了，这不利于公司的利益。在座的女同事一脸仰慕地看着我，纷纷小声迎合表示赞同。老板倒是一脸平静，淡淡地点了点头。有什么问题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写在调查问卷上。可是老板，哎呀，童姐，你怎么老是喜欢反驳老板呢？我觉得老板的决定很对，女人嘛就应该有个女人的样子，难道还要男的穿高跟鞋吗？秦雯故意大声打断了我的话。有了女同事的支持，李涛更得意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后靠到椅背上，上扬的嘴角中带有几分挑衅。老板，我看你就是平时对他们太好了，才让他们敢反驳你。要我说，老板你直接变好了，我肯定是严格执行命令的，不像某些人说一句顶两句。我建议高跟鞋配黑 S， 最好再穿包臀裙，这样我们男人上班才有动力，工作效率也能提高不少。他玩味的着办公室里的女同事，好像他此刻就是等待选妃的皇帝一般。我被他这副表情恶心到不行，刚想反驳就被冬梅扯了扯裤子，他嘴撇到一边，努向老板，拼命给我使眼色。老板背对着我，看不见他现在是什么表情，但他仍用对我说的那句话回应着李涛，严格执行命令，就快点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完，有什么问题和建议直接写在调查问卷上，不要在这里讨论。我没好气的一屁股坐回了椅子，愤愤的在调查问卷上画了只乌龟王八蛋。老板在收问卷的时候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我装作没看见，双眼无比认真的盯着电脑屏幕，装作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他也没说什么，只喊了秦雯去他办公室。下周开始男同胞们就要有眼福了，不用谢我。李涛又嘚瑟起来，直接起身在办公室溜达，一双眼珠子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着女同事们。见没人搭理他，他又跑到我的工位旁，胳膊直接叠放在我的椅子靠背上。有些人可得减减肥了，不然有小肚子穿包臀裙不好看。我没好气的向前一拽凳子，他的下巴险些磕在椅子上。你一米七不到快两百斤了，是谁给你的勇气评论别人的身材的？梁静茹吗？有刚粗没刚高，知道的是个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的黑猪成精了。这几年猪肉贵，出门的小心点，别被人抓去炼了猪油。胖怎么了？我们男人又不靠身材吃饭。他油腻的像用了十多年不擦的油烟机，甩了甩喷满啫喱水的大背头，扯了扯自己的衬衫，像中邪一样抽搐着嘴角。我知道你还在生气，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你们女人不就喜欢我这种坏坏的男人？他边说边自认为很帅的挑了挑眉，嘴角都快斜成耐克了。我看着他那张肥头大耳的脸，直觉一阵生理不适。你这种长坏了的就算了，童男别给脸不要脸，你这种花钱大手大脚的女人谁敢要？老老实实找个像我这样的好男人嫁了，好好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本分，像你们这样天天抛头露面的像什么样子？这要是放在古代是要进猪笼的。他急了，他急了。公公，大清都没了一百多年了，你还拿着裹脚不裹小脑呢？小和没有还是有区别的，你也别太自卑了，小小的也很可爱呀。我故意意味深长地往下面看了一眼，引得他暴跳如雷。若不是老板正好喊我去他办公室，恐怕他又想要动手揍我了。姓童的，你给我等着。回工位前，他还不忘咬牙切齿地在我耳边吓唬我。笑死，你爷爷我是吓大的。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秦雯正站在老板面前哭得梨花带雨，老板则不耐烦地将文件摔到了桌子上。到底谁负责的？是童男姐做的，她昨天下午答应帮我检查的。没等反应过来，秦雯就抢先一步把锅甩到了我的身上。什么文件？我不知道啊。就是昨天下班的时候我给你的文件，你明明答应帮我检查的。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秦雯确实丢给我一堆文件，说什么下班后要忙着和朋友出去玩，让我帮忙做小组作业。神经病，又不给我开工资，我为什么要帮他做？原本看他新来的什么都不懂，就知道他做了一份，谁知道他却拿我当软柿子好欺负，一杯奶茶就想让我给他当牛做马。昨天下午啊，我还以为是你觉得自己做的差，不好意思给老板，让我帮忙给老板的呢。甩锅谁不会啊？而且按照秦雯的德行，那份报表多半只胡乱做了个开头。
只要老板不傻，就明白他所谓的让我帮改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帮改？就你胡乱写的截止帮改什么？拿回去重做。如果明天我来公司的时候看不到你做的小组作业，你直接收拾东西滚蛋。老板抬手将文件甩到秦雯脚边，秦雯泪汪汪的还想狡辩，刚到嘴边的话被老板生生瞪了回去，麻溜的捡起文件，灰溜溜的离开了办公室。老板，没什么别的事，我就先回去工作了。把李涛给我喊进来。看老板阴沉的表情，找李涛多半也没什么好事。想到李涛一会会被训斥，我几乎迫不及待的想喊他进来看他吃瘪的样子。门外，秦雯在工位上哭泣着，才一会功夫身边围满了人。李涛见我出来，拿着文件直接甩到了我的桌子上。童男，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你欺负文文一个新人有意思吗？是啊，大家都是打工人，他为难我有意思吗？我瞟了眼秦雯，他手指停在眼角擦着泪，眼神却悄悄地瞟向我这边，得意地笑着。他为难你？你把文件推给文文就跑，还到老板面前颠倒黑白，倒成了文文欺负你了。我冷笑一声，用看弱智的眼神白了他一眼。这是他本职工作，怎么成我推给他了？什么都不干想白拿工资，还挺会想。那他一个新人，你就不能多帮帮他？你在公司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不见你帮他做呢？哦，对了，你不会，你的小组作业还要拖累别人。难怪你俩能惺惺相惜，毕竟王八看绿豆嘛。见李涛说不过我，秦雯又拿出他那可怜巴巴的一套，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童男姐，是我自己笨，什么都做不好，才总是麻烦你。我向你道歉就是了，你不要这么说，李涛哥哥，知道自己笨还不多学，别整天指望着别人帮你，然后请喝杯奶茶就觉得自己是等价互换了。童男，你别的理不饶人，文文都向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哎，不占理就开始道德绑架，你也别闲着，老板喊你过去问话。有空帮别人说话，还不如想想一会怎么应付老板，毕竟你自己的小组作业也是一摊大便。看撑腰的人走了，秦雯哭得更大声了。剩下的几个男同志自知说不过我，但看到美人流泪还是忍不住心疼，一个个恶狠狠地用眼弯我。现在这个社会谁弱谁有理了是吧？行吧，是你们逼我放大招的。我果断一头栽倒在地，开始表演阴暗的爬行，尖叫扭曲，阴暗的爬行，分裂翻滚，激烈的爬动，痉挛嘶吼蠕动，阴森的低吼，口吐白沫。秦雯立马止住了哭声，嘴巴张得老大，眼珠子瞪得溜圆，肉眼可见的惊恐。其他几个同事看到我这样也震惊的说不出话，许久才有人上前战战兢兢的扶起我，害得我差点眼抽筋。秦雯哪里还敢再装可怜，在旁人的催促下惊慌失措的跟我道歉。其他几人的风向也立马转变，我的形象瞬间从欺负新人的前辈变成了为了新人把自己累到中风的知心姐姐。呵，小样，跟我斗。今天对人对得我身心疲惫，下班后直接选择在附近的烧烤摊简单买点，带回家边葛优摊看电视边吃。烧烤摊一如既往的热闹，有一桌四五个三四十岁的赤裸着上身，下面也只穿了件裤衩，搭配上脚底的凉鞋，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男澡堂呢。点好串，我一如既往的坐在空位上等着，那桌的半裸男开始对着我吹口哨。美女，一个人来的？过来坐坐，让哥哥们好好疼疼你呀。我装作没听见，继续低头玩手机。喂，小妞没听见吗？一个人来的？过来陪哥几个喝几杯。一个男的走过来，毫不客气的将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呲着一嘴大黄牙朝我笑。烟酒混合着口臭味扑面而来，熏得我屏住呼吸拼命摇头，差点睁不开眼。怎么不给哥几个面子，出去打听打听哥几个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别给脸不要脸。放开他，没看到他不想过去吗？两个女孩跑到我面前将我挡在身后，她俩的手紧紧攥在一起，因为害怕而微微颤抖。哟，你俩小妞也要一起？那就跟哥哥走吧，让哥哥们好好疼疼你。眼看着大黄牙的咸猪手马上要摸到小姑娘的脸，我从中间分开两个小姑娘，对着她就是一脚。因为隔着两个人的缘故，我这一脚并不重，但酒精的作用还是使他连连后退，撞到了后面的桌子上。同桌的几人一看，立马起身围了过来。面对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我能明显感觉到两个姑娘的身体在颤抖。我抄起桌子上的啤酒瓶，将两个姑娘拉到身后，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冲我来，欺负两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 PMD， 穿成这样出来不就是勾引人的吗？装什么贞洁烈女？不就是嫌没给钱吗？老子有的是钱。我下意识的垂眼看了看自己的着装 ，T 恤短裤，标准的夏天必备。两个姑娘虽然穿着裙子，但和我一样也是刚刚超过膝盖。我不明白，什么时候女性连露胳膊小腿都要被冠上荡妇的名号，她连衣服都不穿，却依然可以面不改色地说出是女人勾引我这句话。哟，大叔你这么拼啊，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这么拼。一个一米八几的男生挡在我前面，手毫不客气地扶上地中海锃亮的头顶。地中海像被踩到尾巴般差点蹦起来，气恼地吼着，你有病啊，你连上衣都不穿，不就是出来勾引人的吗？钱不够我可以加。与他同行的男生毫不客气地拍上地中海的屁股，脸上猥琐的表情是我一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的程度。 ND， 我劝你俩别多管闲事，小心我弄死你。法治社会你想弄死谁？旁边桌的大哥看不下去了，直接拍案而起，越来越多的顾客和路人也围上来挡在我和两个小姑娘的面前。其中一个男生更是十分豪爽地将上衣一脱，露出健硕的肱二头肌。小爷我最近学拳击正愁没人练手，今天我专打地痞流氓。一行人见这情况，瞬间没了刚刚的嚣张气焰，骂骂咧咧的拿起自己的东西，如同丧家犬一般夹着尾巴头也不回的跑了。小姑娘没事别怕了。一个和我妈年纪差不多的妇人轻轻接过我手中的瓶子，安抚着我和身后两个小姑娘的情绪。两个小姑娘没见过这种场面，表情木讷，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过了许久才缓过来。
小姑娘真不赖，勇于反抗，临危不乱，勇气可嘉。我从脸上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表示回应，实则双腿还在因为后怕而微微颤抖，掌心也早已沁出一层汗珠。还是多亏两个小妹妹和大家肯第一时间保护我，不然今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个一米八几的男生刚刚还一脸正直，现在被我一夸居然脸红了起来。姐姐，你家是在附近吗？平常一个人上下班会不会很危险？他们一群人不会找你麻烦吧？烧烤店老板见外面一阵喧闹，从外围挤了进来。姑娘，你存个我的电话，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给我打电话，我第一时间报警并冲过去救你。瞧着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关心，我心里升起阵阵暖意。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肯不顾危险保护我，让我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值瞬间提高不少。果然这个世界还是善良的人多。周一上班的时候，每个人的坐桌子上都多了一个盒子。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桌子上多了个小乌龟，像极了我画在问卷上的那一只，长得非常抽象。我猜到盒子里面会是公司提供的工作用鞋，但没想到里面会是平底鞋。我有些欣喜地看着冬梅，她脸上也带着点难以置信。我扫视了眼办公室，不光是女同事，有些男同事脸上也挂着疑惑，甚至紧蹙着眉不断啧的一声。好奇心驱使我走到她的工位旁，只见盒子里面居然是双高跟鞋，鞋跟足足有10公分。别说是从没穿过高跟鞋的男同志，就算是经常穿高跟鞋的公司前台，穿这10公分的也够呛。鞋子尺码很大，像是专门定制的，看得出来老板很用心。刚进门的李涛没搞清楚状况，以为他的美梦成真，乐呵呵地走向自己的工位。哟呵，老板还给了我两个盒子。几个喜欢八卦的立马凑了上去，还有几个不好意思挤过去，脖子伸得老长，恨不能将脑袋放在李涛的桌子上。只见那个大一点的盒子被缓缓打开，围在四周的人个个满脸震惊。李涛则如同闻到鲱鱼罐头，整张脸都扭曲在一起，如同看见垃圾般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夹起一件包臀裙。那裙子很宽大，有男同事好奇，眼疾手快地拿起来在李涛身前比对了一下，居然刚好。这是什么？又一件黑乎乎的东西被从盒子里拿出来，半透明状，众人齐齐打量了许久才发现这是条丝袜，也很肥。老板真的溜。我靠，这什么东西？都围在一起干嘛呢？老板看到了李涛手上的裙子，居然还能面不改色的让我们是工作鞋。老板，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女同志基本都是平底鞋，男同志却有不少收到高跟鞋？没错啊，不是你们自己觉得工作场合中应该穿高跟鞋吗？老板看了眼李涛身边的包臀裙和丝袜，又补充道，还有裙子和丝袜，我都是根据你们提的建议来订购的。前台的小李说，希望能不穿高跟鞋，我也给他提供平底鞋了。童男提了想养小乌龟的意见，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与他画的相似的乌龟。看到老板如此听从建议，几个拿到高跟鞋的男同志面面相觑，想反驳却又不敢，只能将目光落到了李涛的身上。李涛平时没少对女同事的身材指指点点，现在有了看她出糗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面对此起彼伏的起哄声，李涛终于坐不住了。舅，咱们可是一家人，你怎么能为了一群外人来为难我？再说了，哪有男人穿丝袜和高跟鞋的？你再看看这包臀裙，我穿像话吗？高跟鞋和丝袜一开始就是为男性设计的呀。咋，几百年前的人能穿你不能穿？要不是看在你爸妈的面子上，我能让你进公司？外人都知道拿了工资给我办事，你拿了工资就知道给我惹祸。老板秦文故作娇柔的还想帮李涛求情，老板直接抬手示意，打断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别说话，你也没好到哪去，要是心疼他就跟他一起走，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们两尊大佛。老板阴沉着脸摔门进了房间，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办公室内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李涛，期待他的下一步举动。李涛满脸不悦地坐在那，盯着那条裙子，那张肥硕的脸红了又紫，紫了又红。终于他似是下定了决心，拿起裙子狠狠地扔到了地上。破公司谁爱戴谁戴，老子不伺候了。看着李涛怒火中烧却又不得不低眉顺眼收拾东西的样子，我心中一阵舒爽，连工作都更起劲了。临走前，李涛搬着东西满脸怒气地瞪着我，许是气不过我满心欢喜的样子，他放下东西冲到我面前，拉着我的凳子将我扯了出来。童男，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花着男人的钱，享受着男人带来的福利，还不满足的天天妄想着有男人舔你，就是个田园女权。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说你就是个女权。我没等他把话说完，直接一拳打在他鼻梁骨上。拳拳拳，我让你拳。有人想上来劝架，却又被我发疯的架势吓到了，犹豫不定的不知如何是好。李涛被我揍得毫无还手之力，用胳膊护着脑袋和脸，嘴里依旧骂骂咧咧，死三八，还真当自己是小仙女了。对，我是三八，是仙女，是妇女，是小姐，是公主，是媛。我是你姑奶奶还是你大爷？我揍得更狠了。冬梅怕我出事，费了好久的力气把我拽到一边。从地上爬起来时，李涛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东西都没拿就灰溜溜的跑了。童男姐好可怕哦，一个女孩子怎么能打架呢？不像我，秦雯还想借机表现自己的女德，被我一眼瞪过去吓得连忙闭上了嘴。其他人也被我的举动吓到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位，是鞋的是鞋，工作的工作。李涛表面蛮横，实则是个欺软怕硬的主，被揍了一顿后没敢再在我面前出现。在我以为一切又回归平静的时候，公司周会的 PPT 上忽然冒出了一些照片，照片里的女生全都一丝不挂，搔首弄姿地展示自己的私处，而这些照片中女生的脸是我的。我脑袋嗡了一下，手指也因为震惊而止不住地发抖。照片的角度也不像偷拍的，可我很清楚从未拍过这些。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观察着那些照片，表情僵硬，五官怪异，很明显是被人利用 AI 换脸。
回过神来时，同事有的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脸茫然，有的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恨不能自己钻进去。只有秦雯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挑衅与得意。之前听涛哥说童楠姐玩得花，我还不信，没想到童楠姐玩得花多了，私底下拍这种照片不小心放到 PPT 里。这次开会前，秦雯异常积极，以将功补过和学习的借口提前要走了文件，同时提出要帮忙订正改错后拷贝到会议室的电脑上。我原以为是她看到李涛走后没了后台不再作妖，想要改过自新，没想到居然还想着报复，想看我颜面扫地郁郁寡欢的样子，偏不让你如愿。我淡定地拿出手机开始拍照，好看吗？姐的身材是不是一级棒？同事们被我的反应吓傻，就连秦雯得意的嘴角也僵住了。老板最先反应过来，起身就要关掉屏幕。别关啊，保留证据，让他们好好看看，也省得一个个私下找小网站了。老板茫然地看着我，伸出去按开关的手停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反应片刻后用身体挡住了屏幕。我趁此空隙走到门口堵住去路，防止涉案人员出逃，同时拨通了110。喂，警察叔叔，这里有人传播淫秽物品，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速来。秦雯慌了，跑到我面前想要逃走，被我死死地抓着。童楠姐，你要干嘛？为了这点小事至于报警吗？让我们全公司的人都陪你在这等。小事，传播淫秽物品是触犯刑法的，你觉得触犯刑法的事是小事？秦雯拉扯不过我，见逃跑无望，又妄图往我身上泼脏水。童楠姐，这个文件制作你也有参与，你不会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故意放上去，然后贼喊捉贼吧？我相信警察叔叔一定会还大家一个真相，至于做这件事的人嘛，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眼人此刻都能看出秦雯的心虚，他还想以我无权控制他人自由为借口跑出去，被老板拉到座椅上。我都不怕耽误公司进度，你怕什么？老老实实做这等警察来处理这件事。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起初秦雯还想狡辩，但监控清清楚楚拍到了他提前到会议室拷贝文件，甚至特意打开看看，确保我的照片能够出现在屏幕上。他慌了，跪倒在我面前祈求我原谅。童楠姐，你听我解释，是李涛，是李涛逼我干的，图也是他 P 的。他说咽不下先前那口气，想要搞你才想出这个办法，真的跟我没关系。哦豁，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警察叔叔，那这两个人就麻烦你们了。人证物证俱在，我不接受调解，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果然，与其内耗让自己焦虑，不如发疯让别人痛苦。李涛和秦雯两人工作能力本就一般，有了案底以后更难找到工作，再加上两人相互埋怨，相爱相杀下更没时间管我。不久之后，两人混不下去，都各自回到了老家，我的生活又暂时回归正轨。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